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哦，你们看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现场的画面哦。其实你们就可以知道了，那个快要下雨了。哦，那个现场呢，已经刮起了一阵浓浓的，带有雨味的风。所以我们今天干嘛呢？今天就带我们的果园犬哦，来我们的果园巡视，顺便来施肥一下。哦，那现在我们的果园哦，你看现在满满的。都是 白色的那个套子，因为我最近呢收到蛮多粉丝朋友的来信询问说，请问可以订芒果了吗？请问可以订芒果了吗？跟各位报告一下哦，目前还没那么快啊，因为你们看到现在芒果还在树上啊，就是我们家的芒果啦。当然你在很多通路现在应该都可以买得到芒果，但是我们家的芒果目前没那么快，跟各位报告一下。快一点的话，反正一有最新消息，我会在粉丝团跟各位报告。然后哦，远方已经打雷了。然后呢，预计大概是六月中啊，大概是六月中才会开始收成的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目前你们看到的状况就是这样啊。我们的芒果还在树上，矮矮白头啊，全部都是哦，这是我们的芒果。然后呢，林妈妈他们现在还在里面，在那边忙。哦，你看哦，林妈妈在采收一点点的芒果嘞哦。你这量敢那会使店面买尔吧？他在采收芒果，然后笨蛋大大黏在旁边呢。然后后面这个帅哥，那懂人，快下雨了哦。这帅哥我这是我妈的弟弟，我阿姑啦。哦，来阿姑，你把等一下肌肉看一下，肌肉。我阿姑以前是海军陆战队的哦，所以呢，他的身材啊、肌肉什么都非常的。发达，你快看这手就知影哦。跟他用呢，听说以前呢是12块钱，哈哈，又大刀要割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叫江兄大哥，多多，你可别玩石头啊，哪里？多多今天哦，哪一颗？多多，多多哥来乱了，阿九九在按摩哎，快下雨了哦，所以呢，要赶快收一收，然后赶快回家，因为远方你们看哦，这一片大乌云呢已经在我们天空了，然后远方这一边已经在打雷了，所以快要来，我再帮你倒模了。我没有，我妈机车直接放在旁边了，直接载回店里。但是这个真的量不多，所以你们要网络订购的部分可能还要再等一下，然后预计大概六月。出到六月中那边哦，一有消息会跟各位报告啊。哦，简单讲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哦，切掉啊！你紧张哦，多多没玩到石头了，真的是不善罢甘休的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把我的稳定器真的怪怪的。好啦，等一下，好，去吧。把多多支开了啊。然后这个果园哦，其实因为最近好像听说那个我接到那个通知哦，就是好像我最喜欢看的那个 YouTube 频道的那个，他们好像要来这边采访拍片的哦，所以卖个关子啊，好像是可以讲吗？因为还没有确定啦哦，反正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YouTube 频道啊，他们要来这边，想说来拍什么，反正就一日系列，那你们知道了，好像一日系列的，可能来拍个什么一日的收成啊之类的。哦，那日期还没有确定，大概是六月吧。等我们这边收成的时候，会来拍，然后跟三宝一起拍这样子，蛮期待的哦。啊，然后多多你吹掉喂，多多你找到了吗？我好像丢到太深了，丢到这个里面的，所以多多找不到。打打锤啊，打打锤哦。然后来，行。啊，有人猜对了哦。但是呢，因为我还不确定时间呢，就是还没有确定，因为目前他们只是在询问，因为有一些部分要拍摄，所以我只是跟他们说大概六月多，因为我们这边六月多才会收成哦，所以到时候有机会拍摄的话，再跟各位讲。好，那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在他们那个频道、看到三宝跟我们的芒果了。啊，大概是这样啊哈。好，那远方的雷呢，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哦。套一句民间说法叫“没吵没小”啦，哦，就是打到没吵没小，真的啊。娇娇，
走回家耶、yeah, 啊不然昨天刚洗完澡就白费了、哦、不要淋到雨，尤其是那种大大、哦、大大淋到雨会超臭的。多多回来啊、哦、走走，感觉在低雨了呢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那个果园的部分的话，你看我阿姑真的是超壮的，你看他 背后那倒三角有没有、哦、真的有帅。因为我妈他们那一边哦，就是他们是原住民哦，所以好像是平埔族吧，然后我外婆好像是阿美族的样子，所以呢变成就是我妈妈那一边的她的兄弟姐妹呢，每个都长得很浓眉大眼，然后皮肤呢非常的健康的那种黝黑啊，所以呢，你们如果看像我大姑哦，就是我妈的大哥哦，他那个脸根本就是头目的脸，眼睛超大，像酋长。哎呦，多多你找到了、啊，所以里面哦，就是我妈的那个，不要，我要丢到水里面了。里面我妈兄弟姐妹呢，就我妈长得比较不像原住民，但是呢，仔细看的其实也蛮像的，就是眼睛大大的，轮廓呢还是有一点这样子。啊，我要把多多的石头没收，丢到水里面了。给，回家了。行啊行啊，回来回来，回家了。所以其实说起来，我也是有一半的原住民的血统啊、哦，是平埔族的。对，这算是平埔族的。啊，好，我们要回家了哈、哦，各位观众。那因为真的要下雨了，我们最后的画面就停留在林妈妈的葡萄，哦，葡萄上面。好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我喉咙有点不舒服了。OK， 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